听说锦城新调了一个师长，啊，什么来头？具体还没有消息，会不会跟灯塔有关？也有可能是对付日本人的。别猜了，等上级的消息吧。嗯，对了，我后天要去上坟。后天？好，那我跟医院调一下开会的时间。 爹，正南，燕城，小云，你们都还好吧？终于可以安定下来，才能踏踏实实的给你们上柱香。不过墓碑暂时还立不了，请你们谅解一下。 我现在是锦城医院的大夫，是老梁的夫人。不过这个身份是假的，工作需要。你可千万不要发脾气啊！老梁他对我很好，像亲哥哥一样照顾我，你应该感谢他。 其实我本来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人往这儿一站，就……这些年我过得很充实，认识了很多人。 学习了很多新知识，老梁说，我比原来自信了，成熟了，更勇敢了。你高兴吧，可我宁愿还是原来那个。 一直被你宠，被你疼爱的金玉荣，正南，我觉得很孤独，我一直都在想你。 每一天都在想你，真的很想你。走，你好。 我们已经打样了，师傅歇下了，新手要修表明天来吧。今天我这块表坏得很突然，时间它倒着走，能不能麻烦你师傅帮我看一眼？老二，哎，出去盯着点。
好嘞。先生小姐，请过来。百草书屋第三中学还有教堂联络点的同志们都被抓了，一定是组织内出了内奸。是谁指使的抓捕？是那个新来的师长吗？主导抓捕的是陆飞扬，新来的师长都什么时候了还吞吞吐吐的呀？新来的师长是赵正南，他现在叫周雨婷，好像对之前的事情全都不记得了。赵正南不是几年前就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完全丧失了以前的记忆。那他现在对抗日和我们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啊？这还不清楚，需要继续调查。处长，招了。那老头见到自己的孩子，什么都说了。这人呢，有点牵挂，他就有弱点。他说他们最近在准备迎接大人物，他们就是在商量接头的事情。什么大人物？代号灯塔。真实身份。他说他们之前都是单线联系。这个灯塔是某个地区地下党的总负责人，之前没人见过。好啊，既然是条大鱼，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给钓上来。陆飞扬把那老头八岁的孙子给抓了，扬言他要是不说的话就把那孩子给毙了，所以这个老头没什么办法，就只能交代了。祸不及家人，这个鲁飞呀，竟然拿八岁的孩子来做威胁。现在不去对付日本人，还把枪口指向自己人。鲁飞呀还通知我们，明天协助他抓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喂，我是锦城师长周雨婷，给我接司令部。喂，冯司令，我是周雨婷。哦，怎么了？突然给我打电话？陆飞扬抓捕共产党的行动是您指使的吗？这是委员长的意思。现在不应该集中所有的力量放在抵抗日本人身上吗？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，只管执行就好。可是什么？执行命令。快快去帮忙。啊，好。走，来。小兄弟，你们师长呢？你们师长呢？医生，他耳朵震聋了，什么都听不见。你们师长在哪？在那帐篷里。周师长。金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哦。我看你们需要人帮忙，就带了一帮人来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啊。你受伤了？啊，没什么大事。不行，让我看看。你受伤了，这伤口必须马上清理。愣着干什么？
快把军装脱了。好。忍着点，有点疼。金医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疼了？那我再轻一点。没有，不疼。我就是感觉，你刚刚说话的语气，还有现在帮我疗伤的样子，好像在我身上发生过，但我搞不清楚，到底是我的幻觉，还是它真的存在。你以前是不是帮我看过病，治过伤？你以前是不是认识我？金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？但是，我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有点疼，忍着点。雨婷，你没事吧？我担心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让他来的。这里面重伤号太多，来不及转到医院。受伤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么严重的伤，不行，你得赶紧回去。我找个大夫好好给你瞧瞧。找什么呀？金医生不就是大夫吗？哦，是啊。我倒是差点忘了。不过金医生，哦不，梁夫人是哪科的大夫呀？这外伤你也治得了？这点皮外伤如果还治不了，就不配做一名大夫。盛小姐，麻烦请让一下，让我把伤口清理完好吗？老梁，对不起。金医生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我真的很生你的气。老梁，那是紧急情况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急？急你就可以不顾一些后果擅自行动吗？你这么做只会引起敌人的怀疑，起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。最起码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灯塔还有其他的同志都被关在那个秘密监狱里。肯定？你亲眼看到了吗？我就算你亲眼看到了，灯塔确实关在那里，我们能怎么办？上次的营救行动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得到了什么？只有一个血淋淋的教训。接下来我们很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麻烦和威胁。陆飞牙还好说，他只是单纯的怀疑，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可赵正南就不同了，他十有八九已经猜出你的真实身份。别看他已经把你放出来，可万一……不行，我们必须马上想出一个对策来，要不然这样太被动了。喂，雨婷，你跑麓山去了？是，处理公务。哦，跟你说一声，我回来了。哦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是不是我回来早了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就挂了吧。我累了，先睡了。等等，干爹明天就回来，他要见你。
冯司令。是，他明天一早就到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你，希望你务必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吃饭啊。哦，老梁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现在都害怕你有想法了。行，说吧。咱们能不能把赵正南争取过来？他一心抗日，同情我党，又与特务处长期水火不容，就凭他在麓山帮我脱险又把我放走这两个行为来看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做他的工作。如果把他争取过来，不仅可以解救灯塔和其他的同志，而且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极为有利。谁去做这个工作？我，只有我最合适。那你准备怎么说服他？是他是对你有好感，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接受你的真实身份。告诉他事实的真相，告诉他他是谁，我是谁。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，还是拒绝你呢？不会的，我坚信这一点。这是赌博，我必须要向省委请示。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知道了，绝对不会擅自行动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瘦了，娇娇，看来你没有照顾好他呀，啊！